英国首相府七号在一份声明中称，贸易大臣康纳伯恩斯因在本周早些时候召开的保守党大会期间涉嫌严重不当行为而被罢免，此外他还被免去保守党党鞭的职务。首相府还表示，在收到投诉后，首相特拉斯已经要求伯恩斯立即离开政府。伯恩斯对此回应称，将全力配合调查，并期待为自己证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伯恩斯被视为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重要盟友，他担任贸易大臣仅一个月。